原标题：古代人通常都是怎么称呼女性的？对未婚女子的又有哪些称呼？古代对年轻美丽的女子称呼有尤物、粉黛、峨眉、玉人、皎人、佳人、玉女、丽人、璧人、娇娃、花瓶等，但这些也都是书面之称。那么各个朝代都有哪些具体称呼呢？女子，先秦时代对女人称呼就出现女子之说，而这里所称的女子是指年轻的姑娘。但现在女子并不只是对年轻姑娘的称呼，而是泛指女人。女郎是指女中之郎的意思，也是对年轻女人的代称统称，具有女中之郎的壮志之意，也是对年轻女子的代称。现代人们所说的女郎跟远古时候的女郎还是有点差别的。淑女指温和善良美好的女子，在古人的口中一直流传这样的说辞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可见在古代，美丽有智慧的女子往往容易成为他们口中的淑女，是他们追逐的恋爱成婚对象。女士，古代对女子的称呼女士源于诗经里尔女士